今天是不是又没刮胡子啊？刮了，刮没刮吧？嗯，啊，那你这样看很 man。那讲，那我留一圈络腮胡，看着很 man 了。那我留一圈络腮胡，留一圈络腮胡。我妈说那个，好 man 啊，老公长胡子了，很 man。前面有很多呀，你们可能屏幕看不到，因为我近距离这样看，我才看得到很多。很多吗？也也没有很多，就反正这种胡子拉碴的感觉。胡子胡子拉碴的感觉。你现在看着好粗犷，真的假的？对，看着有点。什么鬼？那嘴看着可低，低嘴。这颜色有点深，这边中间没那么红，旁边两边红一点。被你刚刚咬的呀？怎么可能是我咬的呢？就是你，咬一下你嘴巴还变形吗？嗯。别摸了，摸的有点那什么。那啥？嗯。我涂口红，感觉我今天嘴唇有点白儿。甚至有点干，我帮你涂，我帮你涂，那涂匀，我帮你涂，我帮你涂，那我不要涂，我再给你。昨天色号还不错，就是这种像香肠水啊，像又辣辣鱼了，对，各位。对，嗯，可以，嗯，现在有气色了吧？现在有气色多了，嗯。